你打算几月交工来着？7月底，等过两天台风天施工不了。比较吃天气，就跟我那个拆船一样。是。哎，烦呢、啊，造！拿军哥的吉他弹会儿，可能弹吉他真的是能让心情变好的一件事情。唱歌吗？进去唱首歌不？对，唱首吧。风吹过云朵，在天边来的路，忽然之间默默的停顿。对，不再留恋某人追逐远的梦，那些幻时幻得的礼物。嗯呦，可以了，好听了。吹开了迷雾，宇宙心中变化时空，生命的旅途，跨越了天空下的温暖。